白戒，情侣诞生，报道写得真好。现在是大辣辣的宣布订婚，是不是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好像爱上你了。你并不是爱上了我，你爱上的是圣贤集团。你这个人怎么连反省都不会啊？你有会就这么算了吗？我该怎么办？多炫这一次真的很生气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绝对不能跟那个女老师结婚。多炫，三人先生，太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1%%的可能性，东森戏剧台。